家好，我叫董少伦，我是北京动车段的一名随车机械师，我很荣幸能够担当复兴号动车组高一的支撑工作。复兴号平稳、安全、舒适，从现在起，它将以350公里的速度飞驰在京沪高铁线上，让我们一起迎接复兴号的新时代吧。来，我们后面的这个号，这个车头，它都是。济南到北京的时间缩短了6分钟，由原来的1小时32分缩短为1小时26分。济南到这个上海的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21分缩短为3小时04分，缩短了17分钟。